小肚子突出大腿根部，粗壮假胯宽，你以为是你胖，其实是体态问题。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我前几天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小肚子突出不一定是因为你胖，而是因为你的骨盆前倾。骨盆前倾会造成什么？小肚子突出，然后大腿根很粗，以及假胯宽这一系列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公司在体态这方面非常有研究的一位老师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三个非常有利于改善骨盆前倾的动作。而且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的，那今天我就想分享给大家。动作一，臀桥，平躺在床上，手放在两侧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臀部发力向上抬起臀部，一定要感受到臀部的收缩，抬起至身体成一条直线时保持两秒，再慢慢的放下，肩膀不能离地，一组10到15个，共做4组。动作二，棒式开合，侧躺，微缩双腿，稳定骨盆的同时打开膝盖，像棒一样上下做开合，一边做15次，两边为一组，共做2组。动作三，猫牛式，趴在地上，手臂还有大腿都要跟地面垂直，保持手臂不动的情况下往下塌腰，随后将整个身体撑起，感受到背部的拉伸，收缩腹部，并将臀部向前顶，做一个骨盆后倾的动作，10到15个为一组，共做3组。